到猪的频道。好了，先录个封面吧。好，哦，对，我刚刚我拍个封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爱猪猪。告诉我，一辈子。瓦特，哎呀。好，今天要玩一款游戏呢，叫做破冰游戏。这个设计师拍过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玩，所以今天邀了很多好朋友一起来玩。对啊，讲解一下哦，仔细听。好。这个游戏呢，一开始我每个人都要讲一句话，就是我从来没有怎样怎样怎样。好，我举个例。好，不能涉及宗教，然后性别什么的。嗯。然后可能就是我从来没有穿过丁字裤。如果有人穿过丁字裤的人，就要举手。对啊，就要举手。就要直接吃一个这个饼干配上沙茶酱。Oh my god！ 啊，如果说你们都没有穿过丁字裤，然后没有人吃的话，就变成我要吃。对啊。诚实哦，大家诚实哦。OK， 这就是一个让彼此了解更深的一个游戏。OK， 好玩好玩。好，所以来，好，我先吗？嗯，好，我从来没有挖鼻孔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？屁啦！屁啦！自己最难的一惩罚，他直接被攻沙茶酱，沙茶酱，沙茶酱。最好是没挖过鼻孔。怎么会？对啊，所以大家也要吃哦。不用啊，不用不用，就他有。没有问题，养不动。我从来没有打过架。就打过架。我打我哥，不好意思。哇，我觉得蛮好吃的啦，其实。来吧，换我好了。好，换你。我从来没有去过屏东，有人有去过吗？屏东没有人去过。我去过。来啦！你什么时候去过的？去过。有另外一半来哦，吃沙茶。你看他们都帮着我们去屏东。对啊，要这样子。我从来没有剪短头发剪到这里啊！好过分啊！真的是青春。好了，我要拿那个边的。Oh yeah！ 你就不要老了以后剪短头发。我刚刚想到一个，但我现在忘了想想。谢汉宁姐。Yeah！ 又！我从来没有教过年纪比我大的男生。好啦，反正我有。阿卡耶，夹子拿了，男生哎，吃掉，把你吃掉哦。你们都没有教过比你大，不理我啊。哦，那个在跟谁说话？说哎，在给高。阿轩没有吗？教比你大的男生哎。对啊，没有。比你大。哎有。哦，被抓了。吃两块。好咸哦，很浓厚哎。好了，我们这边三位得奖者。从来没有画过睫毛，谁画过睫毛？来来，睫毛，这个啊，我美容科的，对，针对我。讲了你没有画吗？等一下，我太……你说自己画吗？自己画，自己画吗？没有，我会给别人画。还有这种的，我从来没有露过胸，露过胸，露过胸啊！洗澡的时候不就露了吗？不是啊，他的意思是外面，在镜头。出外，在外面露过奶，露过奶，谁会露奶？对啊，谁会？你想说我有是不是？但是我太小不会露。如果我以前是那种天然的，就算露。没有没有，我有。啊，有。大众池那样。对啊对啊，这样露。太害羞。啊，你有去混池吗？对，我没有来混池。不可能。当然混在哪？混了混在。我没有交过三个以上的女朋友。你是你们都没有吗？你们有没有人交过三个以上的女朋友？有哎，来我的妈呀！你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是我的第三个，不好意思。可恶！他说他特别想要三个以上，哎，三个以上中间包含呢？还有轩也是，你们两个，我也有，我也有啊！你们三个，谁三个？等一下，你也有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才发现。听我说，如果你刚刚说的是刚好是第三个以上。如果你说都，对，我说女生，我对，我说女生，我就是要针对你们这几，你们小坏蛋，你们这个哈，骗人家感情。对，没有，大家都很认真的，不能再讲啊。好，我想到喽，我从来没有穿过束胸。哦耶！
我从来没有抠过我的脚皮。去我还有队友啊，对，我没有脚皮啊，够了。阿姨那时也有，阿姨那时这么洁癖了也抠脚皮啊？为什么要抠脚皮姐姐？她上次就这样抠是抠哎，好恶心啊，关掉了。我从来没有捉弄同学，怎么可能？真的你怎么可能没有？不可能。所以我自己要吃啊。宣你没有，你说不可能，宣不可能。来讲一下怎么捉弄同学吃的人，来来来，伊内斯，你怎么捉弄你同学？就直接是被捉弄，先停止啊！我或者是谈胸罩啊！啊，跟你的那个同学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有捉弄同学吗？有啊，我有点想不起来，太多个了。最严重的那一个啦。最严重了，嗯。就是捉弄他们，然后让为我打架，好哦，不是炫耀吧？前世造英雄救美，我好像是就是借原子笔，就别人说要借，但是我里面就是铅笔盒里面原子笔全部新拿掉，借去考试，结果里面都没东西，太坏了。国中啊，小屁孩，对，国中真的很容易捉弄。但我那时候国小，哎，其实嘞，你应该是把人家打到进牢里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所以我想要在影片里面讲。哦，那你不是这样，你自己讲 Q 我们这三个，对，你自己想要讲 Q 我们，就跟大家一起讲嘛，跟大家说对不起嘛。好啦，大哥，就是我国中的时候，我在黑板上面写了一个人的一大堆坏话，黑板上面，然后隔天早上他们来的时候，对，就轰动这样。哎，就这样不行哦。所以我就是对那个同学感到非常抱歉，对不起，郭同学。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懂事，就会霸凌别人这样。哦，我没有霸凌哦。可是我也那个时候我也得到一个很严重的处分，对吧？好了，很棒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快宣。我从来没有比赛得名。这是一个我问号。这好，怎么可能？比赛得名哎，还没有一个比赛得名哎。对啊，学弟都得名好不好？这个一定要把它扣得光好不好？我很常得名呀。我这样一点假状好不好？假状，假状，表现，假状，表现怎么了？好，来，我从小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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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肚大，从小大大肚大，从来没有。住超过一楼以上，我家都住一楼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宿舍之类的就是。我没有宿舍，住别人家、同学家哦。住饭店，住饭店。住饭店来了是怎样？上次去花莲才住二楼。哈哈，我的错。好笑，太冲了。哎，如果真不行，你们就那个。我从来没有拿剪刀剪过下面的毛。哎，这个一定有的。我没有，我怎么要剪？不是，为什么你不剪？为什么要剪？是啊，不会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小时候会有那种游泳课，就很怕被人家发现身上有毛这件事情。你小时候就剪？不是，我是国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发育嘛，大家都会长。但是又不是穿三角，不是穿这种，不是有时候飘有泳衣，泳衣会有一是三角，会露毛啊，会露啊，外叉啊，没错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尤其是这边长毛更奇怪，就是有时候怎么这样子，然后就会露毛，所以都会想要把它剪掉。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发育，所以还没有。可是现在这个问题，毛的问题应该还好，大家都有，就不太会，就是把它咔嚓咔嚓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？这样，我觉得，不是，我觉得我长得好漂亮哦，不觉得吗？这个角度很好看的。你不要再讲，这样害我突然间长暴毙。你不要找。好，我刚刚讲到一个。在我身上忘，我从来没有，没有怎样玩过两次以上的海盗船。好，来吧，谁要吃？我没有哎，我也没有。你也不敢，我不敢坐海盗船。是哦，海盗船也太弱了。好了，最后结束了。很开心多认识了你们的一些对小秘密。你说剪这个吗？剪的。那影片就这样结束了，喜欢影片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，再去聊天哦。我是谢剧，大家晚安。拜拜，拜拜六，拜拜六，拜拜六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。